好久不见。感谢您可爱掌声，经典经典还是句好听。好，那夏儿也是差不多算是经典了，因为他的那歌龄应该有20年以上了哈。来送这一首来自林志炫的歌曲《单身情歌》，来献给大家。HB 粉，谢谢老师。好久没有唱，放出来唱一下，老师有点紧张，一点点。谢谢。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泡流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像我一样？为了爱不去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一个。的人泪看透，想爱就别抛上头。交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
为了爱不去分手，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一个。回到这里哦，那是我们的英年堂，那里英年堂，庆祝啊，咱众天神啊个大安徽大理山啊，白金秋哦。那以后咱是伫迄个有口空里头了哈，啊，因为伊到其实真侪所在拢政府咧做 upgrading 啊，做什么，所以我咱搬来一道做，一道的风水会个更加好，对不对？啊，一道较方便嘛哈，你挖路基，你若爱搭巴士方便，爱坐车嘛方便哦。啊，我是如萍。那再次回到歌坛呢，真的很开心，因为整个四月份哈、哦、都比较近了哈、哦。像五月，因为无人肯叫清明的嘛哈，清明是无人做过台，无可能去山顶做啊。所以，那搞贵哈，就是回来。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大家劳动一下，用你们的台双手，谢谢。那你能够那得掌声礼数哈。感谢感谢哈，咱大家呢，相聚在这里，让大家可以开心心、高高兴兴又来听歌、看歌台，啊、我很开心。那你阿伯来阿伯哈？来。好、啊，我唔是问你啊，阿伯诶，他问到阿伯来阿伯，我讲阿伯来阿伯来。啊，阿伯来阿伯，伊硬拍电话给你讲啊。啊，那真感谢，好像刚才我去拜拜的时候。门内的头家，头家讲哈，三年半，三年半哈，这个疫情我们都没有活动，所以三年半之后呢，我们又回到了我们那里英年馆哈，跟所有的朋友结缘，阿家丽那也感谢朋友之类，谢谢大家来这里捧场，那真侪高义也是叫你啷坐，你啷坐你去搭来坐哈，高台看煞高义，你那是脚骨了，要咱搬到登去搭，阿那无你搞恁贴贴的就好哈，好不好？好，那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荣华娱乐制作为大家呈现我们一天晚上的这个歌台节目，
我们七点就开始了，我们做到十点多，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歌星非常的多啊，你看看听歌听歌欢喜，而且我们今天晚上的歌星都是唱将，都是很会唱的。你看我们第一位的杨千红歌曲就唱得那么好哈，带这个气氛啊，让大家可以好好在这边听歌。当然我们有好的歌星阵容，我们要有好的乐队，好的灯光音响配合之下，才能够让大家有视听级上的享受。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谢谢我们辛苦的全场的伴奏老师，我们欢迎也谢谢我们的黑大乐队。也要谢谢我们的专业的灯光音响，因为我们放了音响，其实我们边出来，公鬼嘛边出来哈，啊，让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的听到我们的歌声，听到啊我们为大家的表演。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共度一个美好的晚间时刻。那今天是五一劳动节，也是一个公共假日啊，大家有没有去劳动？啊？我啊，在家里劳动啊，啊，扫涂卡、扣除啊，你嘛是劳动的哦。其实多劳动是好的，因为我们对我们身心健康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观众很奇怪，哩哩啦啦啊，你看啊，有的你这包，有的嘴巴那包，有的那啊，中国人一腔，你看，所以我们这个像歌剧院，我们的歌剧院比较特别的啊，苏格里昂姐啊，你那里面都是红水膏，你要解的了啊。啊，我们今天晚上呢，啊，我们的那个男生跑去哪里了？啊，好像是拿他跳跳跳，让挂一点。啊，因为我们这个男生是每一个歌台都去跳的哈，开心就好。那希望大家在这里听歌听得愉快哈。啊，你真久嘛无出现了着？哦，三年半你无出现啦？啊？哦，无啦，啊你就知啊，三年几拢做也无通做啦，晓得无？哦，是恢复了才有的做。那今天晚上我让大家听歌听得愉快哈。哎，那我们马上要欢迎第二位艺人到台上来，掌声欢迎罗恩琪。阿姨好，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怎么看到我头一句就问伊？安怎你搁背倒转啊？那阿姨你是特别的，他们是觉得我一路背。你是觉得我啊，我有一段时间有上的播，对，所以你很安慰是吗？你说你是在那个比较，对对对，那阿姨怎么说我一段时间瘦回去了？曾经有瘦过了哈。对了，那有一阵子我看到你比较瘦了哈。那这样子应该是几个月，两三个月没有看到你啊，那个比较重要，我跟他干了，你跟他干了最多天，捧起来呢。有看看多几个月会不会再上楼梯啊？那块、哦、真的、啊、上楼凳啊那块哦，没有要正当的减肥了，不要说去吃减肥药啊，做什么、啊？对对对，不要，要正当的。就像你可能食量比较少，快讲你嘴啦，嗯，你不然就话讲，就增加两碗饭，你吃半碗就好啦。我吃不够一碗。哈，不够一碗。我因到底你这是咩比？吃不够半碗饭了，营养够剩了。但是我跟你讲哦，如果你要瘦下来，真的，米饭不要吃那么多，因为淀粉嘛，所以你吃米饭、吃面包，你会胖得更快，精进比较常吃面包。你试试看，一个月你不要吃，不要不是米饭、面包，那米饭跟面包，你什么都可以吃，鱼肉什么都可以吃，菜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要吃 okay. 米饭。跟面包，试看看，试看看。那我看你一个月后，如果看到你的时候，看你有没有瘦一点。OK OK， 那一个月后，哎，你要上多顿了。啊，你真是个跳这个舞也行。哇，我按前你删了。你头先哦，大家看到，哎，这样都肥多顿了啊，这样肥多顿了。没啦，其实哈、哦，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不一样啊、哦。对对对。有些人比较容易胖。喂，然后别人进来了。呼吸嘛，呼吸嘛是肥，啉水嘛肥哦。哦，会啊，不知道哎。啊，anyway， 健康就好了哈。不管你是胖的还是瘦的，
健康就好，最主要是要健康哈。对对对。啊，对，卖有病痛，因为现在很多人尤其很年轻哦，都知道舔一刀舔一块哦，所以健康最重要。他很开心回到歌台，对不对？对对对。唱歌是大家的最爱了。对对对。好啊，也休息了一段时间。啊，差不多有一个月啊，因为我刚才我说了，没有人庆祝清明节嘛，清明不能庆祝嘛，不庆祝，过了清明节，对对对，才五月份啊，又回来了，那很快就七月了嘛，嗯，我很多人看到我，哎，今天过七月了，我过七月关出来，啊，那我们希望了哈，就是能够恢复到像我们以前这样的哦，大家很开心的唱歌台，对对对，哎，那以前比较热闹，它是属于我们荣华娱乐制作的。班底了哈，谢谢谢谢。对啊，因为都不是荣华，谢谢老板的照顾，荣华的你啊，对对对，因为老板喜欢唱歌唱得好的啊，哇，谢谢谢谢，也是喜欢听歌，一个其实嘛是做过台少来到听歌的，好嘞，一起欣赏来这边听歌，他欣赏歌曲嘛，爱听歌嘛，对对对。来，今天晚上我们带来什么好听的歌？好，第一首是阿北来阿北，要靠自己可以帮到我，靠一点是阿北来阿北。啊，当我去看嘛，你唱多少去唱？好好好，先来唱这首很多首歌组在一起的歌啊，来这首拼装歌，就是几十首歌拼在一起、啊，十八首，然后一首歌差不多几句耶，都不能断、啊。对对对，谁想出来这首歌、啊？一句两句啊，对，那你想想，你猜得到吗？他所唱的歌，有哪些歌是你熟悉的？对对对，你想些一关哈，来，拼装吧，唱跟跳跳跟你重一点。I'm not afraid of the dark.
永平哥哥送给大家，谢谢，感谢阿公，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哇，今天哇特别特别多的人，然后呢特别多的掌声哈，谢谢大家，晚上好，我是恩琪，谢谢梁大哥，谢谢。OK， 大家好，我是恩琪，非常的开心呢，能够在今天哈五一劳动节没有做工的日子来跟大家见面哈。虽然我们在做工，但是很开心可以看到没有做工的你们。来这首歌曲 ，Hello， 大家好，我们这首拼装歌来送给大家，我一次过听很多首加在一起的一首歌来送给大家。你们有听到熟的歌吗？有吗？有哈，很多首歌都在里面啦，像《救火》啊，然后像很多很多的经典的歌都有一句两句一句两句加在一起的一首歌，来送给大家。阿哥，牛脸一星啊，有没有听牛脸的一星啊？要啊 ，OK OK， 等一下我安排一下，因为我刚刚安排都是点歌，我们先来唱这首歌来送给大家一首中国网络歌，来这首《酒醉的蝴蝶》送给大家，谢谢。我们的吉米大哥跟梁大哥都蛮喜欢中国网络歌嘛，哇，大姐好久不见，哦，点了哈，两个人点同一首歌哈 ，OK OK， 那我安排梁大哥，我欠你的歌，下次可以吗？等一下啊，
一岁啦，一岁啦，我看到两位大哥人很好。好，我们来这首歌一首点唱歌，本来要点的被点掉了。OK， 来这首《努力的一生》送给大家，老师 E flat 啊 ，E flat，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乐队老师，《努力的一生》送给大家，而且我没有唱，我在想歌词。我们一起唱，我觉得做妈妈是很辛苦的，可能做爸爸会好一点。可是妈妈比较累啊，爸爸也是伟大啦，不过妈妈比较辛苦啦。因为生孩子比较辛苦，还要带嘞，生还要带嘞，生啊，还要带。做女人好啦，做女人就像真水水，打扮个真水水，阿个真嘛是爱你快跳哦，你们这两个大妈嘛是他们。
男人穿帅不帅先，对不对？男人穿帅不帅也是没有用啊。女人穿美美也是要看她长得美不美。那女人，你要听人家讲咩？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对不对？啊，女人可以打扮吗？对对对对对。啊，就是我瑞士面来走，那个人搞什么叫走了，毛姐刚等来了，我开跑嘛，再坐到跟他刘青霞，对对对对对，来化妆，对对对，对，没有说没有父亲节的哦，父亲节双亲节就有了，对，要连妈妈一起带啦，啊，带着一起庆祝了。对啦，那母亲节你有没有觉得你妈妈比较，你妈妈跟阿妈比较伟大？有啊，有啦哦，有。你父亲节有买礼物给爸爸吗？没有哎，没有。母亲节有买礼物给妈妈吗？有。你看是不是？在心目中还是女人比较，妈妈比较伟大哦。可能妈妈比较亲啊，妈妈，因为爸爸在外面嘛，对不对？哦，对对。因为妈妈是在家里比较重要的。妈妈在外面，有时候还会外面还会搞三搞四的哦。好，谢谢阿姨，谢谢阿姨，谢谢。哎，所以其实男人女人在我们这个年代都平等哈，那还平等啊。妈妈也重要，爸爸也重要哈，女人也重要，男人也重要，是一样的，就是要一对的哈。哇，哎呀，那这里脸多老烈老烈，那我朗铃朗腮，刚才我看到会叫腮哈，还有这小狮子的很可爱，小朋友的，所以你看，咱穿多少多大的镜哦，多是安尼老烈，好朗铃朗腮，安尼算是大的镜，安尼那来到老烈，所以这个场面就很热闹。啊，那我们听歌也要听得愉快啊！那我们接着要欢迎下一位了，这位是辣妈，对，他们这个年龄很多都是，他们这个 generation 都结婚了啊！来，我们欢迎黄凯琳。对呀、啊，好久，真的好久吗？差不多两个月吧，两个月了啊。对啊，因为这个我们要恢复了啊，歌台，那慢慢的比较陆续的就少。对啊，你看咱给咱一面团都登来这歌台的时候，我们都恢复了。是，对，然后呢，看到大家在聚集在一起，然后非常的热闹，对，很开心哦。这个场面的热闹跟我们今天天气是一样的热，是这样的啦，已经开始热了，三四个月就开始抓了嘛。对，哦，结果你看每个人，所以很好啦，就是其实也好啦。那你们来这边哦，感受一下那个刷那一下，免费的。对，其实刷之后吗？要排毒一下。对，要会流汗啊，新陈代谢是会比较好啊。对，那他是两个孩子的妈了。对，你这个 generation 都差不多都结婚的。好像是哦，我好像是该结的都结了，还有一个该离的都离了，那么，那还够离婚的啦，够结婚的啦。还有一个是谁？还有你跟你差不多这样的年龄的啦，好啦，哎呦。他太会选了，你是 game 不来啊？他伊是来一个搞 game 了啦。啊，对，卖了卖几滴 game 哦。哎，凊彩刚阿嘎，你看快速八十了。没关系啊，如果是到可能多十年还是什么，那还是嫁不出。然后十年都勤劳了，都 game 没出咯，好过阿未娶，你等看会再搞明了啦。完了啦，哈哈哈哈哈，老人跟老娘了啦，老娘老娘。对啊，你这个姐妹圈好像剩下他还没有结婚哦，好像是哦，不别啦，因为他在现在降红，对不对？对，他还是以那个世界为重。不啦，他除了说他自己要看的综艺，也要他妈妈同意吗？对呀、啊，我怕你妈妈在那推，跟我爸爸他靠。你知道他是唯一一
一位哦，我们从小唱歌唱到大哦，到现在爸爸妈妈还跟着哦。以前我是阿公阿嬷，对对，然后宝贝是爸爸妈爸爸嘛，哎，然后之后就没有跟了之后，然后慢慢我们陆续就嫁出去了，但是可以跟到现在还在跟，所以就比较难了。我编呐，对不？爷妈妈你财政部长嘞，财政部长，你有啊？以前妈妈带你做咪，爷妈妈带你大家清堆嘞。我做完了多带带出女的是多啊，也会妈妈了。没有的，他还要帮他换衣服，也还要帮他绑头发，所以他是他的私人助理。对啊，私人的发型师，私人的化妆师，对，化妆博老板他自己化了，他自己化，然后他化的应该是贵死掉了。然后他爸爸就是保镖这样，保镖，爸爸当保镖，对啊，所以是幸福的。你看啊，有一个妈妈跟在身边，你也很幸福啊。他现在还有保镖在旁边。So loving， 无变，你无得去，你无得话，因为拿出跨边，跨边哦，对啊，你拿出跨边了哦。可是你们两个还就是比不一样呢，你们两个总是都是出双入对的，所以呢很甜蜜。对啦，啊就是老阿妈，我就讲你看你对我，我对你，但看到真侪嘛，讲你看阿妈我看过台吼，这样子就是对啊，你看吗？为我们设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对，是哇，那够简单溜嘛，对不？什么单子？带阿妈对我，把人对你嘞。好，你阿妈对我，我看也袂错，但你好把人嫁给嘞，要不要？也是，我看他俩就好啦。也是也是，啊，你看我是你快跳啊，你看到吗？超得意。反而哈，就是如果有一天他没有他可能有事情哦，没有跟的话，你会觉得怪怪的。对啦，他可能那天习惯了，他可能那天中马票要去庆祝一下，但是你有工作，所以他去 celebrate 的时候你就会怕了。你傻了，你不会买票去做丢买票。不拍掉啊，别丢！对，你一个你不拍掉了，我死你！哎，你知道？说到这个那天哦，我阿妈才中一个300块，而且是我阿公哦走了那边嘛，12年后哦才给他中了。哈！我阿妈等我阿公哦，也 number 12年才可以丢300块。笑了嘛，阿妈输个痛苦了，12年个亏个把他丢300呢，我输个痛苦。对呀，他就哎呦，这个老我出来哪里心不？对呀，哦，三个月都不会了，会不会要找你呀？对，两满长情哎。对呀，对，那其实是开开玩笑了啊。对，那我告无笑，啊，就去听听歌，你讲怎么笑的，笑一笑没烦恼。有时候跟大家分享你家里的事情是不错的哈，对，我力不共不能在啊，然后你分享一下家里哦，对，跟你老公怎么样的啦，对啊，怎么样的啦，就是家庭的家里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这样，对对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一户家人呢都会有人的开心或者是不开心的东西可以分享，那如果是真的是要讲的话呢，3天3夜都讲不完，我讲开心的，不要讲那种不开心，对，啊，那花艺也有啊，好，那行。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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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your shadow go. 我是梦如人生，短短一下，你快乐的心酸，就像你一张悲哀，你哭了。你说当你存在，谢谢。期待的秋分。少的白雪，海边你的期待，当一双猫出清晨，你已经忘了结婚。人说人生如梦，我说梦如人生，短短一刹，你爱的心酸，就从你一生又灿烂。身上的光明，
心照的凌晨，与你的天使也不差的摇滚，当你从梦中醒着，你已走完了人生。上你大声海边的清晨，当你从梦中醒着，你已走完人生。谢谢，为你送上这首《梦》。其实这首歌的原唱者是谁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这首歌就从小听到大，然后呢今天就来唱给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那来到了我们的大巴窑，这里荣华娱乐制作为您呈现的节目，希望大家今天晚上看的歌台都会开心愉快，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然后呢凯琳也要跟我们的阿贝请安。好，谢谢你的红包刚刚那位哥哥。好，那我想呢节目的继续我们来唱一首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 Hokkien 歌，一起来欣赏这首春夏秋冬。谢谢，会唱我们一起来唱吧。
这首这个老师这个版本非常好听，非常轻松的《春夏秋冬》。结果我发现哦，刚从第一位艺人开始到现在，我是第三位的三个女生呢，今天都穿得特别的斯文，都在穿着裙子跟那个高跟鞋。不知道稍后的美女们呢，是不是今天也是一样的那么斯文？好，那我想呢，节目的继续，我来送上的下一首歌，也是同样的好久没有唱的一首歌，来自周华健他的成名曲。那台下的朋友会唱的话，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唱，送上这首《花心》，谢谢。背后来做 K。 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这个英莲潭之夜哈，我们要感谢我们一位理事啊，刚才出席出的哈，那喜庆今天晚上的歌坛，我们要借助我们所有现场我们大朋友你的双手来，我们来谢谢洪伟林女士，来在哪里有？做行李
顺利碰碰屁啊！你看吧，你赚多少钱啊？给平安啊！你家孙子旺哦！谢谢，感谢我们谢谢洪伟林女士呢，喜庆我们今天晚上的我们的歌台，让大家可以呢在这里开开心心的来听歌。那哎哦，那我们欢迎那金嘴鱼阿伯哈，哎，到位来做客。我们要欢迎我们竹林善财公。这个林显在叫我们的陈大哥七点哦，七点的陈大哥、江二哥，还有小宝啊、小宝贝呀、金鸡贝，啊，还有我们南洋圣音殿七点八夜公，后港水莲经大二阿伯，以及咱的纪念团，咱的二阿伯，来欢迎咱江阿伯来做客。哇，这个大家都放跑了，你们。好，刚才咱稍微阿伯哈，来到因来个那面团来做客，咱这里匠心的千秋哈，以及咱安溪大理山阿伯千秋，啊，咱所有的阿伯哈来听歌，你来到老列，非常的感恩啊，阿伯嘛，不比咱在座哦，咱跨国台的朋友，和恁大家恁身体健康哈。心想事成啊，咱上重要是爱健康啊，大家爱健健康康。虽然讲现在我们的疫情过了，可是哈，每天也是真侪人哦，得十九千啊，我那有一个高僧，今年本来嘛是要上，结果得十九千嘛是袂使来啊。有的人得过两摆了哈，对，有的十九千、十九千，就三十八千了。哦，这点歌啊，好，谁接点的？你点啊？好了，等一下我们安排一下了哦。啊，不然情况更加的糗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歌，来我们欢迎这里三个伙伴啊，来掌声欢迎陈翔。啊，大家好，卢冰姐好。你好。哇。老弟来，把我们请坐。对吧？朋友，是是是，非常高兴哈、哦，来到我们的这个今年是英联团，英联团，对，听着那年众神明的这个波胆前修了。对，啊，那好彩啊，那新加坡的人拜神的人真多哈、哦。嗯。啊，逐个月哦，除了好清明啦，那逐个月拢有阿伯做前修。大年纪对。啊，你咱才有，咱有扛过人做。啊，这点了神多大年纪啊，波胆前修。我那点拿出看病啊，看电视机啦。看到线哦。但是看电视机讲本袂歹啦，因为如萍姐经常都有在电视剧出现，对不？播完那个《欧巴我爱你》啊，对，啊，看到咱的大阿伯吼，陈翔搞咧车安吼，阿伯吼，叫你休会阎王救谁嘛？对，咱真侪阿伯来哦，是啊，咱各位小宝贝呀，金鸡贝吼，咱的。七阿伯呀、啊，哦，真侪阿伯哦，对对对，大、阿伯拢来做客啊，就刚才是阿伯八弟啊，你看呐，对啦，啊，新干林嘛相像，对无？那人家做大日子吼，啊，啊，请讲友好哈，咱友好一个是多啦，来做客，对啦，啊，刚才相像，你若做公八开八弟，你嘛请真侪人着，啊，我较无咧做八弟啦，安尼你人缘无好啦。我大家知道有阿哥阿弟看书教我就可以使了，连个做法。我跟你讲，做艺人长期重要的物件就是你爱人有人缘，哦，你徛起去台顶，让人家看的，看得很舒服，是爱有人缘，哦。那这人缘是 natural 啦。啊，人缘啊，人缘就是讲啊，对啦，有的人吼有大缘吼，去较多啊，真受欢迎啊，真侪人。真受欢迎。啊，你若家己讲你无人缘啊，啊，唔爱去找，爱去找大李阿伯，叫阿伯啊，给你加持一下，给你念念一下，你有人缘啊。哦。哇，你去到倒啊，你哦真受欢迎啊。啊，你较开光了，才有人来啦。啊，你想讲你是神啊，我系开光啊。无啦，我就讲爱互伊念念啊。哦，我想你无了这些，了，无了土地公啊、大伯公，佮如果开光，开光啊。开光啊。哎呀，你个无安琪啊，两个倒头病。吹去麻丹嘛，可能不可能？麻丹嘛，不可能！我你阿伯都吹去倒，吹去台湾啊！麻丹真横了嘞，麻丹。袂啦，钓海安吹袂起来个呢。哦，有可能我年纪大了，较会肥啦，唔知有可能啊。
是吗？有可能啦，怀疑啦。人就是安尼讲，直直散散油，然后竟然讲浸油本袂肥啊！浸油加贵啊！啊！浸油本袂肥，就袂油加贵啊！对对对。油我你沙拉了？啊沙拉。油加贵胖诶！你放落油，伊就膨起了诶。哦，安尼我讲毋是油加贵。就是啊，讲你油浸嘛是袂肥，就是安尼款啊。哦，安尼就无变啦，就是安尼款了。你厝内人是毋是拢做安尼款？你别等啦。无相干，我即个型啦，反正我一个也是型。安尼你比较无正常啦。我有算到你看得行的。哦，我不知道。哎，未来未来，刚才你所讲健康就好哈。对对对。那大家要听歌听得愉快啊。嗯。啊，如果说哎，今日大家真乖，刚才无什么点歌，你看哦。无什么点歌。哦，但是哪会带来点歌点歌？你看。哦，有可能唔知咧，有无啊？有点歌无啊？无，那应该拢像平大行的，尻川廿八九二的，平大行起来。啊，你到高雄。哦，可能当说你不要，你什么人？你怎样不要呢？可能也要。你买戴眼镜哦，一定是这可托海哦，可托海啊，一波秋归啦啊，爱你一晚，寒风吹起，细雨迷离，风雨多彩，对啊，你看你在了，这歌大概那是惯的，伊也做保镖啊，苏格格来讲话，苏格格来讲话，是 ，supervisor 啊，欢喜就好啦，欢喜就好。我你看啦，看歌台了，都会像那有安尼看的人，安尼该老练的吼。对啊，啊，你看笑笑，你笑笑，你看该老练哈。呀，看歌台有啥欢喜吗？哎呦，妈呀，头先啊来啊，你阿袂正袂，都能看到，搿要安静，搿要笑趴了。有来咩？现在有来咩？无啦，无来啊。新的，是的，这番真正行情派的，那是流行笑咩？我跟你人讲哦。我看过台，唔通小买小放吼，无变的啊！马达拉来，你也记我讲一人一千哦。哦。你无看我做咩？有，我看到。哇，迄三个一人我讲一千呢。你若嫌你上侪了，小买了，你也记得我讲一千哦。无理由讲的哦，你有啥物理？你有小理本无？本就当掉就算了，你啦。对啦，怕人就小怕就是算了嘛。嗯。所以看过台欢喜哦，卖冤家小妹哦，你看人就袂开心对不？啊，袂欢喜，袂使讲袂开心。啊，开心来是时代波，袂使开来呢哦。开心来是时代波。来，你头一首有唱什么歌？啊，头一首 OK， 来，头先讲下你最福建话啊，再换淡薄口味啦，唱华语歌先。哎呦，你会使唱华语歌？好，谢谢，阿伯记得哈，阿弟记得哈。这是阿伯，这是阿叔，阿叔。阿哥 ，OK 啊，我等一下安排了，等一下安排了哈，我放在后面啊，可以啦，嗯，那羊包都要放在后面的呢，诶，因为我先唱，我可以放在前面咩？啊，先唱华语歌啦，后边再福建歌顺落去，第二首、第三首福建歌。你不是擅长唱福建歌的吗？对，可是姑姑一摆要换一点口味。啊，那你规期后摆唱功夫歌、唱潮州歌拢装恶吗？多十八人哦。对，多方面的才华啦，对吧？啊，卖好人看戏，你跟来要唱福建歌呢，要不？日本歌不会使，日本歌。唔要无，真嘞，日本歌你不能唱。日本歌会使啊，唔，日本人有无？啊，应该是有啦，90%啦，差不多啦。应该是。いたこのいたろちょっと見なれば。哎呀，我有味道哦。白鳥そんな渡りろり。就在摇旗啊。搞掉了，你快搞掉了！我老金阿伯唱个摇号曲啊！好了，第一首华语歌，来这首轻快的老歌，为什么离开我？来，你听我一起唱华语歌，什么感觉？让你感动啊！谢谢，我的录音姐。怎么说？
谢感谢感谢 ，Thank you。休息了几个礼拜，那么今天回来哈，我们的这个哈啊，那里音连瓜哇，看到那里姜伟哈阿北刚的好朋友哈，感谢感谢，谢谢大哥大姐的这个红包啊、哦，又有一首点歌哈啊 ，OK， 现在有两首点歌了，老师，我们来换一些好不好？我们第二首先来唱那个啊，嘉庆君游台湾了哈，晚上。哦，不好意思，因为刚才那位给我红包的哈，点这首歌啊，唱这条歌也赛了哈。嘉庆君的赛了哈，啊，你的歌我放第三条好不 ？OK， 谢谢。来啊，这首哈、啊、就是我陈翔擅长唱的一首歌啊。那如果收到你们的红包哈、啊，也非常的感恩，我就安排这首《嘉庆君游台湾》送给大家。新调皇帝嘉庆君，谢谢。未来台湾坐差船，古早兵统是阿斗，故乡旧名是阿斗，台南古都。青空老，烟空那叫做无尽头。白虎有时是点啊狗，白狗好命是无头。人讲台西是海口，清水叫做牛马头。变山路，家己旧名是苏罗山，六天叫做番仔田，阿公店是叫做龙山。变山的汉子上有家己赞，罗岗厝的是名山，满楼好食是文旦。台湾，
是爸爸有台南哥哥好生感动，眼眶啊叫做乌金头。好，感谢阿伯。背后故事是爹妈头，爸爸有名是无头。人讲大细是海口，清水叫做有码头。心里的名字演是顶的山哦，家己旧名是出罗山，龙庆叫做花仔山，阿婆名是叫做王山。上海山，罗岗厝的是名山，满楼好食是云南。咱今日老了，老了哦，是一个阿伯拢来做客哈。对啊，所以因看因的歌台吼，都是老了，各位阿伯给咱保庇。是啊，阿爷嘞哈，大家大家都有歌台在做。对对对，啊，大家有歌台做哦。对啊对啊，上好啦上好。靠歌台，这三个台是最厉害，你知无？是吧？这真贵啊。对啊，你看你乐队啦哈，歌星，尤其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歌星哦，咱这荣华娱乐制作哦，唱真多哦，歌星真多哦。我做独工的。对啊、哦，包括你嘛吼、哦。啊，我差不多年了。哎、欸，慢，不要这样谦虚啦。对、哦，我看最近的台变多，受欢迎台个也多。是是是，太感谢感谢大家。哎、欸，那头先你唱的《家境太祖》吼，嗯，有台湾，哇，你唱到台湾真多所在嘞。啊，高雄。家己啦，吼、啊。高雄啦。六高雄啊。真多啦。北斗真多哦。啊。去台湾，我唔知你去过台湾无？无嘞。还没有去过台湾呢、啊，没有去过哦，有机会去一下、啊。嗯，希望有机会啦、欸。对对对，因为我十月份我要带团去台湾。哦，真的、啊？哎呦，对对对，阿、啊、你我来买票了。对对对，我十月，你不要骗我阿姨啊！哎、欸，我十月啊，十月三号到九号，我们会去台湾啊、嗯，就是告诉讲离婚了，但是米喜就剩三号了、哦。我们去台湾哈、啊，去刚好像你去的所在差不多那种去。差不多拢算去过了。岛啊，苗栗啊，哎、啊。欸在家己啊，是因为伊家庭，阮是大概规个台湾唱歌了安尼啦。对对对，所以台湾很多人都去过很多次，可是我们这次去的比较不同，就是南台湾、嗯、啊，因为台湾哦，有人真侪人去了去其他小乡发展，所以我们这次哦就是去南部。南部啊，下港啦，对不？对对对，就是漫游南台湾哈、啊，那是大通大通旅游的啊 ，GTC 的。那是八天六夜，贵宾八天六夜，对呀 啊， 一千多块而已，所以大家可以就包价、包卡、包七头啊、嗯、啊，包困嘛，困你自己困啦，你困你要困歪啦。对啦，啊，如萍姐陪你们去走走。啊，对啦，我无可能陪你能困的嘛。啊，比赛啦，比赛啦。你吹对不？哇，对啦，阿管兄弟到。吃喝玩乐啦，哈，吃喝玩乐。那如果说你要这个看一下行程，等一下你可以给我拿一下后台。中英文都有哈，哦、可以看一下。如果行程适合，因为十月份最好的天气最凉爽、哦，现在去是很热的。然后十一二月就很冷了，因为冬天了。凉凉啊、那十月是在秋天，差不多秋天的尾了哈。嗯，啊，真凉凉啊，所以凉凉的时阵哈，秋高气爽，那我们可以去游台湾哈。对，如果你爱对外去游台湾那。啊，台湾是物件真的东西很好吃，好食，好食。我唔知去过几包，去几时呢？去几摆了？对，啊，安尼要教我去了。对对对，你应该去啊！我特别你唱家乡歌，唱了你无去，你讲的所在你听了无记无去。要了解一下台湾的文化。对对对，哎哎，是啊，你等一下你赶时间吗？啊，还好啦，还好。哦，对，还好是还有没有后面没有？哦，对对对，因为等一下哈，因为你唱完第三首歌的时候，等一下需要你帮个忙。啊，给、okay. 少年家嘛哈， oh. 因为我那发财红包就是大餐，多几天呢。等一下，那咱分一人一人一半，啊，当肩推山，会使、啊啊啊。年轻人，你落去行，你较够行嘛，对。啊，我脚较短啦，会使啦。啊，脚较短啊，脚较短，脚较长，行紧个行慢有。应该是有啦，脚短，脚较短，行较紧安尼啦。
哈，卡短是行较紧咧，是行较慢咧？不是啊，陈志斌一摆行真久嘛，行未到，我是讲伊卡短，但系行未到。哦，你看应该是我不知啦。来，啊你上来跟我唱一首。来，第三首是福建歌啦，因为大姐点的好不好？这首《乌照帮的歌》有南林的心声。哇，真久无唱了。乌照帮的歌都唱了。来，南林的心声，先唱。女人的一生，这阵唱男人的心声，唔知迄款这歌不男不女的无？啊，无啦，查甫的啦。啊，我知啦，再唱查某的歌，再唱查甫的歌，唔知迄款不男不女。有啊，应该有一条啊。有啊。骚妈咪啊！哈哈哈！对不对？对，厉害！来，这首《男人的心声》送给大家。很久没有唱这个。来，谢谢你走。
我下班两点起吼，你的心声全部无想的，只有恁听了吼，哈哈，感谢感谢。是比较新一点的，哦、对，因为福建歌吼，台湾的歌真多啦，唱不了。哦，唱不耍了，几万条啊你吼。哦，然后你要唱的偌济条？我无去算的。哦，无去算。有一千条无？唔知咧，有一千条无啊？有无啊？有无啊？有啊！有啊！你当作是粉丝哦，你唱偌济歌，你唱出歌你能不怎样哦？厉害厉害，好听，好这样子那。我 OK， 一人一半啊，对对，我那边还有，好，尽量尽量 ，OK， 你行这边好不？会使，因为那个阿妈老人家带我行到广东，啊，我去哪里？那给我的夜里都来了，哦，啊，这是拜鬼的啊，拜狼啊，拜鬼，我啊拜鬼的，拜庙啊，拜庙，今日是一号桥，拜一啊，今天拜一，拜三，没有拜。礼拜四是吗？我们拜沙啊，拜沙多少岁？来宾多少岁？拜沙啊，多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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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沙多菜啊！俩支持咧，一个吼，来一点歌，我咧大话。哇！你之前都等你，我随后就来，随后就来，来爱杯啊，支持一个啊，感谢感谢，感谢你啊，帅哥。不客气，哇，帅哥啊！啊，帅哥，我得等来一个。哎呦，谢谢，做刚刚名叫你帅哥了。谢谢啊，阿秋姐，阿秋。啊，感谢感谢。这叫阿秋咩？啊，阿台子爷阿秋。OK OK OK。啊，把你我请你吃咩啊？啊，我无咧咸少，请你啉果啤呢。我请你食薄粥，薄粥较贵咧，算无啤咧，薄粥哦，薄粥变贵咧。好，我马上欢迎是一组的两位的哈。来，掌声欢迎宝贝！很新年哦！哇，劳动节要穿这样子来拜年。对对，因为劳动节证明有做工嘛，你回家哦，上场哎，个怎样有做工？有工做，这种是有做工，我是有工做，我较重要。对对对。然后这种问话，你肯定无做工啊？排泄不是无做工，是无工做。无工做啊！无做工噶，无工做无想咧。做咧，喏。对对对对对。真的，所以我无工做，就是讲你真闲，你没有无所事事啊，无做工，游手好闲的，真的是爱着。无汤做啊！啊，无汤做是讲我有做，但是无啦。啊有啊有啊，所以有差。还有差别啦，差不多。所以真惊人问话，你肯定无做工啊？那么好些，我是无工做。啊，你讲讲个头先听者，啊，你听我有工。听你有工做了。我说，哎，五一劳动节原来就是要动。对呀，就是劳动啊。我们劳动唱歌，然后他们就劳动鼓掌，这样子。像老板，他打电话给我说：“哎，我终于等到你的电话了。”真的，老板终于打给我了。真的，你知道我三个月哈，我今天结账给他，发工钱给他。我发现他发工钱给谁？给我姐姐，他是我老板。为什么你要发工钱给他？他是我做账的。啊，他请假来诶，一休的。啊，多谢阿贝哈，谢谢，谢谢，多谢阿贝，多谢阿贝。我起码哦，不用变大嘞，因为鼻子拢真水耶。不要这样去吃掉。哇，有皮瓜，有皮节瓜。立秋，立秋嘛，劳动节，劳动节。立秋，我在旁边陪你。劳动节，还帅啊！劳动啊！我就今天我无啥出乖，我今天来做笑诶。我去吃掉诶，爱好我外在边啊好。啊。好没有，我跟你讲，因为前两个可以啦，就前两个礼拜哈，前两个礼拜我也是咳嗽，我也是咳了就没有，我五天没有声音了，我你无讲话，我真久唔捌道你无讲话了，对咯，五天没有讲话，他就是突然间昨天这样子。凯琳也是，我两个礼拜前没有声音，然后刚刚回来。然后我有两天的戏没有去拍，因为不能够拍吗？你不空闲这些戏，我怎么拍？就没有的拍嘞。
然后更好笑，我们另外一个节目一直这样，我还打电话给我，他说：“哎、欸，陈丽珍 MC 卢萍姐，你也上来救命不啊？你可以安排吗？因为陈丽珍 MC 不上来。嗯”我讲好，我你救我考生哦。我很新加坡，车都还行。我难道我未够过去救你？我靠，我变救你几点包种啊？对吧？哎、欸，可能天气的关系啦，天气热的关系啦，对，天气突然间。我们把两首歌合在一起，你会唱《张家伯》来吗？我就我跟你说，你唱几年会我还会，你唱我做好了。张家伯来来来，我们合作一下啦哈，我让你鼓啦。哎，做羊包嘞哈，对对对，我感觉秋天嘛，要做的不比。哎，我好，你讲鬼我就鬼。你不是好的呀、啊？好啦，因为你看去吃掉，我已经有什么对了烟了，去吃掉。我烟，我那吃烟的了。我你干嘛现在配合了？三千五来，那阿伯掉三千五来。三千五，你有好三千了吗？我忙着买票，你请我了好三千。我想到那三个不拿，不拿接三个哈哈哈，开来来跳三下，哈哈哈，导演来鼓鼓。哎呀，两杯歌啊，欢迎卢萍姐，泡泡，泡泡泡，给欢迎鼓鼓。去吃掉，好心。
包嘛。对对对对。那么养包的话，那些能够养包的无求嘞。哎，其实你安尼看好嘞，安尼哦，我红包够有汤聊，够有汤咖喱饿哦。因为这个跟你讲，这些实名要听的歌哦，无人教我，我弟弟拿出来，弟弟唱，唱能够我就困去了。所以有机会安尼唱哦，安尼下一摆我对我有点很爽，大了无大了，有点很爽。哎，心哦，我15岁就学 K 加调了 ，K 加来我弟弟话嘞，困起来呀。学会这么容易，我赶紧做 K 加好了。哎，做去吃不要去吃，做妈来厉害嘞！是啊，都是讲你做去吃的，有爱有来生的，对啊，有来生的哦，无爱无来生的，你也去的哦。阿伯爱听歌，不要唱，来我好不无声，但是拍戏个你也包，你拍戏就不要电话，后日喊你好啊，你多等点会拍戏。有啦有啦，你哪有唱几句吗？我有啊，现在有唱嘛，对不哈？啊，那也要心安理得嘛。有啊，多谢多谢，如平。怎样我都。大波虾了对了啊，回来那爱听新歌，后尾有两个真搞笑的啦，我姐林诗玲，姐朱丽丽啊，有他们两个啊，不用怕了，可以了。对，那两个别惊啊，来，把这个交给宝贝。好，那咱前面歌不要唱，就唱自己要唱的歌。我们来这首，也要听的歌。对，好，大家熟悉，我们再来这首《走在铁路旁》，好不好？来，走在铁路旁。那是这首歌一不唱，我先要出来，我嘛无别了，可以吗？好，来来。我讲话好也是会讲的，你心天黑了，是我们在铁路旁，我陪着吉他，我声音很好了。我跟你讲，你很黑了。今天是我们的专业舞台的老师，哎，专业舞台的观众想你播声，你按那戏不能吸出，你烧声出来，真的，真的只是会破音嘛。其实之前的喉咙这样子哦，对。唱不了歌，你有妞，没有没有唱，你我有唱我有唱，对对，因为现在哦这种歌，无缘无故没有声音，应该是半暝，啊突然啊，哦我想讲半暝哀哀叫，哀哀的无声去，哦突然啊，啊那你突然你声怪响的呢，
我全场你不用麦，你笑讲比我响啊 ，Jennifer。哦，OK， thank you， thank you， 你蛮抓了，你蛮抓了哈。OK， 我们来不是的话，他是热情哦，热情奔放，热情奔放。因为别个光他别要求，他别想啥哦。安尼哦，我们来唱好歌，歌出来了，八十年代歌。好，爱情一阵风，安尼会使无？安尼希望有风吹来啦，有爱情有风啦。不是你吹袂着风，不要紧，吹一个 boyfriend 姐哥要流风咧。我说，是你爱听我唱。咩？爱情，我老师这边没有机会唱。我跟你讲，我把以为四十岁了。来呀，提不走。这样啊，人家会以为老师的麦不好，老师麦很好啊。四十年我认识他要四十年尾就四十年了，我没有看过姐姐烧香，对，每次烧香都是多，对对对。所以你要去想一下，口令阿姐。老师就讲，在这里，在这里，阿切可能银行的镭够低啵，我惊我好人便宜，好好个不香。来，爱情一阵风送给大家，谢谢。老师，电话接篮球，你在球桌下老听哦。金秋鸡竹筒，其实我没有在唱，我很搞味的，真的真的，我很喜欢唱歌。哎呀，从来没有烧香过，可是我今天很开心，因为终于你们发现，其实平时有在唱，只是我有时候唱歌，哎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干嘛也挂怀求去了？不是我无求嘞，你人未说想我无求，我是大量伊爱求我就怀求了，你竟然求求呐？
啊，这阵那报应来了，家己唱拢一顺。吼、哦，可是讲真的啦，梁大哥，我唱歌好听哦。啊，卖嫌袂歹啦，卖嫌，不要紧啦，你啊，其实我猜你，你唱是我一杯茶，不要紧。他说我大声些，我唱歌真歹听啊，你快快快快快！刚才你唱的歌词，无声就卖讲话。我你刚才唱的歌词，是你讲，是我，是你空，是吧？你家己讲，家己空。就是今日唱歌台，是你讲，是你空。袂啊，你挂你唱话，你讲，咁了个啊？你空卡面，你红包嘛，我靠对了，你个钱我会分你，你无好事。啊，这老板无好啊！你空啊，你讲啊。我们来一首下一首歌。啊，那你要唱什么歌？我不懂哎，我写的是华语歌。华语歌。看慢一点点的。因为我这个卡不了，卡不了，经过我唱了，我会串一句。我妹妹写的歌呀，爱你一万年呐、啊，爱他爱他。错，陪酒，老师一起来喝酒。陪酒，笑笑，我嘛有万块，是我爱的麦呢。我想我白白小宝给小麦酒，我是有乖的，我是听别人听我唱了听啊，但我有买别人有来，会晓无笑笑？笑得听我，唱了太好听。我不是心甘情愿看上这一面，李姐，只是怕不能回把你的字，一杯酒让你豪气，唤醒你的热情，就连我全心底底都哭在心里，剩下一杯，再喝一杯，一点好机会。相聚，当曲终人散时，你不记得我。
个台大家都知道，每次歌我唱话少少说，那可以，对，哎呀，就今天我二十几年都是我在唱，今天一天跟大家全部讨回来。没有，我二十八年里面哦，虽然每个人一直以为我没有唱，卢萍姐你好，你讲我合音没派，因为 come on come on 都无一样啊，啊是我唔爱唱，啊是我爱唱，人就袂叫伊唱了。好啦，唱就好。我们两个然后就唱一段哦，姐妹组合就是这样。对，姐妹无声做姐堂唱。哎，可是刚刚我们姐妹无声咧做小曲分咧，头先黄凯你甲我讲咧，哎，我声做你甲倒来呀。但是那是我等哦，首先首先咧甲我唱一个，我今麦起来要到台去二幺外去啊，你规个变到唱。哈哈哈哈哈，他的 key 好高哦。啊，那么不然的话呢，大家真的天气不好，所以大家多喝水，多喝水呀、啊。给他谢谢，谢谢对方，谢谢大家 ，thank you。来，我们马上欢迎我们下一位张天宇。哇，这个我最好吧。欢迎张天宇。哎，你好！哎，宝宝声，老师哦，哈哈，这个呀，今天你宝声咧，无咩啦？我宝声起来，毛汤球，把个红包点，对，我把你起来，吃个红包。哎，这不哪里摆宝声？哎，大哥哦，大哥哦，他过来听过吗？哇，发财啊！无咩啊？哎，我无爱交白来财啊，无咩啦。我现在来有差别。其实讲真的，咱做歌星的吼，一年365天，总有那几啊天是你无声。对对对，无可能吼，你我转声嘛唱袂歹的。真的真的，这是真的啊！都大概拄着是说什么？安尼款的情形，这个月食袂白，下个月爱唱，到个差不多爱唱以前3天歌星。哎、欸，真的是、哦，因为我们是靠声音的哈，高尾啊，后啊，主持人唱歌要是靠声，靠这把声音。我现在真的是真敢靠爱去弄表，我骗你。有人靠口声，我想阿鲁迪姐，他是靠脸吃饭。没有啦，我们做一高椅，靠脸，我把它恭维，把它唱歌。哎、欸，所以就真的，没有了声音哦，真的是很辛苦的。是的，是的。欸、尤其是流畅夜场的。因为他们常常要唱哦，哎呀，亏我，亏我啊！我、啊啊啊、来给你捧场啊！对对对！哎呀，拍子拍子，谢谢你，真久无看到你嘞！啊，你看我会不会把门塞掉偌水的嘛？你今日为着看你妈，看到大妈，你看，我今今日给你爹妈，看到家境了，塞个水的看到大妈。啊，所以大家好，大家好啊！坐在里面的朋友呀，哇，太热情了。对对对，哦、没有，我们天气新加坡天气也太热了。对，那你看，时隔时隔轮风，时隔时隔出大力哈、哦，所以呢，有时候你进进出出哈、哦，就会晒得感冒啊。是，但是我讲安怎讲，咱新加坡还是比人家好命。没有天灾嘛？对呀、啊，太好了、啊，对不对？不是水灾啦，没有什么火山爆炸，对不对？对哦，那好像别个国家那个半暝困一半的，哇，这个做到地震，地震，对哦，对哦，那外兴的呢？新加坡人真的很幸福的，那每个国家人看哈，哇，每个国家人都跳到那边去看，跨团去台湾，对，我去。真的吗？嘿，你要唱吗？拜一顿，是啊，我要去查别呀。就我点水游记，哈哈哈哈哈。我也要去去查别呀。不是，你比较那时间够出门的。哎，对。所以你没办法吧？你要谨慎嘛。其实是可以的，就比较麻烦了。哦，可以 啊，要跟那一边的国家的那个洗肾中心联系啊。要去洗肾啊！哇，啊你对团你蛮辛苦，我可能让一团一摆拢做一包到等你洗，你洗你洗肾，我当中没有让洗头啊。对啊，我可能一摆拢来到等你吗？我拿这根水，所以有纪念那代表水头嘛。然后我看哦，最灵根接受你自己。真的，那会惊会惊会走的时候要享受的。是的，啊，你看哦，你爱去英国给你啊。会惊会走，他可以是外面看一看。对，可以的，有时间真的去享受一下。是，我出门是跟我老母讲，我老爸个性哦，你没有那个牵挂在身边哦。对。去哦，这个够经典，大刚讲那种。爱嘛，嘛是乐趣，那个乐趣要享受嘛，对不对？哦，爱嘛是好，我给你打发时间嘛哦。来，切西瓜。
先有一首当年啊福建歌，谢谢你们可爱的帕福星啊！哎呀，你好，谢谢谢谢，哎，切哈，哦，就整点果汤切了，哈哈哈哈，切东西啊！阿弟是要切，还是要剁？
这一个哇，袂记安怎笑，这一个安怎笑啊？顾不着袂记笑啦，袂记安怎笑啊？啊，换歌一个，换歌一个，唱一首妈妈的歌好无？这两天有点点四种拿出来唱哈。我的因为歌声不是电脑，不是电脑不能起笑，别讲人脑。啊？哦，对，安尼就吼唱这首《妈妈的脚痕》送给我们在场所有的妈妈们，妈妈妈妈们全部要身体健健康康啊 ！Thank you， 谢谢。
谢谢哈、哦，妈妈的歌，唔知安怎，查出个唱妈妈的歌，因为人大家出个听哈、哦。来，这首呢，咱个上课，咱带来拢了历史歌，咱们阿伯来听这首《心头肉》。你身体健康。
谢谢。嘿，点点的会使去串团出国，安尼款。感谢感谢。你车子团会使去三江的，会使袂？啊？车子团去三江的，会使袂？你卖够，我带去巴厘岛罗岗。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的掌声。啊，我们还有好多位哦，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歌星很多哈、哦，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来听歌。好，那接着我们要欢迎下一位艺人的啊，这是来自我们中国的一位艺人，他的歌我觉得是这个很多位歌星当中啊，他的知名度精髓，唱中国的歌非常的适合。来，掌声欢迎萱红，谢谢。谢谢如萍姐，你一说唱中国的歌吗？老板，我还没有准备中国的歌。大家好，大家好，一起啊，一起啊，今天不同啊，要什么？什么不同啊？大理山呀，大理山，金泉北啊，我金泉金北，你有我金泉北做对啊？我嘛是金票的，我也是福建歌的。啊，你啊，我安排福建歌。你啊，你啊，福建歌，你啊，唱北歌未？啊，北歌我也是。我哭，我心声声也是，不是啊，心声声啊，变个调啦，对，也可以啊，悲伤一点啊，没有啦，我是觉得啊，也是神，毕竟神坛的歌啦，对，所以我还没有那个功夫，已经很厉害了，会唱福建歌已经很厉害了，对，要不然在新加坡。这个太惭愧了，太惭愧了。对，如果你在新加坡住上十年以上，对对对，如果你不会讲福建话，是啊是啊，我是很差了已经，啊，已经是不很厉害了已经，但是我是尽量了，我尽量的啊，我是我讲福建话不好啦。但是呢，我唱福建歌真正是袂歹。我讲我家己，家己讲家己真正袂歹的。我做工呀，做工的所在呢，需要哦，需要唱福建歌，对对对，需要唱福建歌，因为来来给你捧场的拢放点福建歌较侪。哎，是，福建歌我会唱真侪，所以你是趁正无法度啦，无法度，无法度，真正是无法度嘞。你安尼嘛唱好，因为啊，你唔是唱歌台的，唔点福建歌，你就先唱福建歌。是啊是啊，啊，但是我敢看他是没有歌词看，还要背的。哦，小舅妈是这么学歌词的，我要我会唱很多，其实我会唱最少七八十首福建，七八十首福建歌，但是有要看的，我不会看的。台湾还要求，你老拿台快，台湾那我台湾现在更没人去台湾要求。是，有那种快要看，要看的要求，很会唱啊。啊。诶，真强调啦，袂歹啦，卖行袂歹啦。去中国来，要唱个金歌，唱到你准，唱到变准啦，啊，是袂歹的，袂歹。来，谢你嘞，哈，多谢，多谢我，多谢你诶，多谢我啦，啊，多谢你诶，我来唱三点钟个支持，急死我了，哎呀，你本来我想说赞美，啊，你无赞美，我不懂怎么说，方便。欧洛，哦，你欧洛哇！不要很普通的，我们就是这样欧洛，白话就是欧洛，感谢你欧洛，感谢你欧洛。如果听不懂的话，听成了感谢你的侮辱，侮辱是华语，欧洛就是欧洛就是称赞，音啊很像，可以称赞的意思，是啊，你讲一个欧洛了，然后啊，欧洛了，把那个人忘记把欧能古欧了啊，一口下，留下你的欧洛啊，然后二分准哦，可不准哦，来你头一首唱我听歌嘛，酒后的新鲜，酒后的新鲜，分准哦，再我们，我们家的新鲜，新鲜，特别鲜啊。我都知道了，好虾，你的泡泡虾，中了是否？真的。我知，我是讲不好啦，但是我真正是唱歌，唱的福建歌，真正好听。脸皮好厚，谢谢大家，多谢，非常荣幸，我们站在荣华的娱乐制作为大家献唱歌曲。天天爱着我，我想回家，
因为我知道在新加坡很多很多朋友们都是很喜欢听福建歌的，不管是老歌了还是新歌了，只要是福建歌，好像就是一种感觉啊，这种兴奋的心情就涌上心头了。谢谢，好了，一首福建歌唱完，现在第二首就不能唱福建歌了，要唱华语歌了啊，送给大家。这首歌呢也是很节奏很轻松的歌，送给你们，唱上这首《今天要回家》，送给大家。
酒醉的心声嘛，所以就喝酒了。等一下我就唱不出来了。摩西阿亮，谢谢你，多谢嘞，谢谢，多谢，多谢，谢谢。我不会酒醉就可以了哈。好了，接下来两首歌，这个他喝酒很潇洒的，我第一次拿着瓶子这样喝酒，没有用酒杯喝的。好了，唱了两首歌，大家满意吗？喜不喜欢？好了哈，谢谢您。好了，你没有跳舞，没有跟我伴个舞。刚刚那个大姐很会跳啊，哈，跳得很热吧？对不对？满都是汗的你。好了，接着下来唱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第三首歌又要唱福建歌曲了，哈，可以了。我们刚刚唱的福建歌还是不错的嘛，哈，大家都喜欢，对不对？这首歌是很怀旧，很怀旧啊。啊，我知道这个叫什么名，我也不知道他。但是我知道他唱了很多很有名的福建歌曲，这首我唱这首《爱情的骗子》，我问你，陈小云的歌曲，对吧？哈、啊，他唱的是最经典的歌曲，就是《爱情恰恰是他的》啊，黄花呀，对对，他的歌，陈小云的，对吧？《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啊，这首歌哈、啊，来伴舞了，用力跳。下一段情绪一点点随你管下一段情绪好像是一些心下一比你爱我天天满满意想你比你更晚我的爱别心我的爱你心我的爱你惊喜红绿天天地
我还有喝一杯酒嘞！啊，我再来让我喝酒啊！看我喝的有红吗？脸红吗？没啦，没有做就好混呐！哦，红混，红混，好好好，我再来，我也快点，给这红混姐这里进我里面，那么快就是你哦，头给牛哎！多谢啊，多谢啊，谢谢，谢谢！哎，这酒咱头给牛嘞，你讲我们还是无啉哦。我现在开酒，咱们就倒的，因为我不要啉酒。三好，你因为你多多少少，你做那一行，你多多少少你要懂得那一行。刚刚你做头毛店，你刚刚刚刚是是不是自己爱要爱要做头毛？无你也孤立啦，跟你卖跟你做啊，你来看店哟。你做什么？你自己都要爱晓，会真该才做啊、哦，做多长爱要多强。好，那我们马上欢迎一位帅哥到台上来，掌声欢迎黄好峰。大家好。哎，如萍姐你好，啊，我们的阿北，我们的所有的理事，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爆笑歌台的人士，还有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对，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老板娘哈，我们的洪伟玲女士呢，骑进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荣华娱乐制作的歌台，对对对对对，来，再来个热烈掌声，谢谢。谢谢我们的老板娘哈，我们的洪伟玲女士。哎，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观众朋友很多，可能就是因为整个月没有什么歌台了哈。对对对对对对，哎，谢谢谢谢王姐给我们帮忙，谢谢王姐，大家都很开心，谢谢你谢谢你，啊，我马乌啊。歌台有一个好处，就是除了说可以听歌。听得很开心，是啊，我们的大哥大姐给我都是有发红包，对对对对对对对，哇，我最喜欢拿红包了，对对对，两千八块都给变三百块，我是在正在不止了嘞，好不止啊，330，十一线，三了啊，哦、真的、哦，331。3.31，他们给啦，等他切了，他就34点钟。是是，今天就是这个 rate 很好嘛。对，今天就会塞车，因为今天是那个劳动节啊。
对，因为今天是出完山吗？对对对。因为大家回来了，明天做工了嘛。对，我觉得因为刚好是这个这个开斋节嘛，长假期啊，对，直接他们拿这个拿这个假期。五一劳动节。对对对对对。对。又刚好碰到这个周末。对。对，长周末啊，所以就一定是塞车的啦。啊，在你自己驾车来塞几个钟头吗？我有时候我会提早进来。就是避免塞车咯，提早到。你知道哪一段时间没有塞车了？知道，知道，知道。看一下就知道。对对对，尤其是星期日，不管是有什么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塞车。对，不管是星期日就是会塞车，所以你要星期日进来的话，你一定要得在12点之前进来。早上就进来啊？对，12点上午时间。我是无好谈的哈，那就是在高台暗暝啦，早起七几点就要来了。对对，好像我们跟上班族没有什么两样。对哦。啊，都是8个小时、10个小时。那两个高人，高声高谈啊，高声嘛是无好谈的呀。来带什么好歌？带来一首刚刚我们的欣虹姐唱一首福建歌，是陈小云小姐的歌曲，是吗？对。带来她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叫做《一把情种》。哎，一首山地味道的歌曲。是，直接。自从和你初见面，我就恋你到今天，为了忍着想念的熬煎，我一把情种伤向心田，盼望你来灌溉，开满花朵长安笑颜。那天我们又见面，很想对你起舞爱恋，却又迟迟不敢走向前，只有还是你过往一眼，但愿下世再见面，我把情话藏在身间。只有多情的
掌声，感恩感恩感恩阿北呢跑过来哈、哦，感恩他给这个红包哈、哦，这个健康红包，感恩谢谢。那么大家好，那么好像又两个月没见了，上一个两个月吧哈、哦，歌台最近比较少哈、哦，但是很感恩啊哈，一个月吧，你见我那时是上个一个月、啊，我感觉好像蛮久一下子的。那么今天是我们的姻缘坛。那这个一年一度呢，会办了这个千秋宝诞。那么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哇，很久没有唱到我们姻缘坛的这个歌台，也非常感谢呢龙华娱乐制作呢的安排，给浩峰呢跟大家见面啊、哦。那么刚呈现的第一首歌呢是《一把琴总》，马上带来第二首歌是一首福建歌，叫做《故乡》，来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一首福建歌。高雄哦，不要紧，慢慢来，慢慢来。老师要点时间找，那么跟你们讲一下话。哎，谢谢柏林姐，谢谢，又给红包又给纸。高雄啊，高雄。我听头先那小哥叫高雄，不是高，不是高雄哎。你不要笑豆干包。啊，高雄是诶，伊咧是食食诶。故乡啊、okay. 好我听你唱这歌叫故乡故乡 OK 好拍戏啦，我不是福建人啊，我唱福建歌真的是有限的、哦、但是你们慢慢欣赏，有唱错字呢你们不要见怪好不好。Thank you.
福建人呢，唱福建歌呢是一定有难度啦，因为加上这首歌我才唱了第二次而已，所以是给我自己呢觉得是有点稍微顺了一点点，希望在下次唱的时候呢会更加一直慢慢的顺，然后会安排更加多的这些福建歌曲送给大家，好不好？刚刚大姐你也唱了《怀念妈妈》，我是一首华语歌是吧？那是怀两粒妈妈是吧？哦，因为我又很久没有唱了，我怕忘记歌词，但是我记得，但是你通知我一声，我会为你安排，好不好？好。哦，母亲节了，对，我母亲节都有唱歌台，放心啊。然后你一定会看到我的啊。马上呢，带来另外第三首歌曲呢。对我来说，歌词非常少，但是歌曲相当的难度高，叫做《你曾经爱过我》，来，一起来欣赏歌曲，时间。也不然还感谢我们的今天非常棒的乐队老师飞鹰带队老师以及我们的专业舞台灯光音响，时间过去你曾经爱过我，燃起了心里爱的火，悄悄地对我说，你心里只有一个我。谁知道你欺骗了我，刺伤了我的心。过去你曾经爱过我，燃起了心爱的火，你曾经悄悄地对我说，你心里只有一个我。谁知道你欺骗了我，刺伤了我的心，不甘心又奈何，甜蜜的爱，痛苦的我，一辈子我都记得，你曾经爱过我。
母亲节的这个节目、哦、可以唱。好了，你待会看给你唱了，然后给你安排了。来，我们接着欢迎我们下一位啊，来，掌声欢迎林诗明。Hello， 姐你好。Hello， 我们各位的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哎呀，信度失灵，直接给你请安。好、哦，你休息很哦，我保平安，所有啊，在座所有的神仙啊，大家拢平安啊，健康顺利哈。那阿伯比头前较老练的吼，我讲是哦哦，对，请求阿伯来做客吧。是老练老练啊，阿伯来做客吼，咱都啊，啉烧酒啊，对，就是比较开心的庆祝了。是是是，因为隔了这么多年哈，所以终于三有了相聚在一起。三年半啊，一年多，做三年，三年半不都在那里做？对，所以大家今年都特别的开心。是啊，好，那刚才我们又是林哥哈，就是。可可托海啦、啊、朋友点的哈、哦，我看到你教过这首歌嘛，对不对？是是是是是，对，但是没有真正的把这个歌词给记在里面脑海里。奇怪，你们唱歌哦，因为我们都被宠坏了，是每次唱歌有那个 teleprompter 啊，依赖啊，就是依赖，对，依赖要看歌词了、哦，所以没有歌词呢，就是不要求了，对，大家依赖歌词，对啊，那所以呢、啊，这首歌也是可以说是第一次唱嘛，真的、哦，第一次唱，哎、我们老师我们换。不同的这个 rhythm 啊，我们换一个版本好不好？啊，我们今天有偶像老师，什么 rhythm 都没有问题。哇，那就注意阿伯，刚才阿伯请安。哎，跟咱那边啊请安哈。啊，你看，咱准备去金抓了哈。是的。哈，干嘛弄阿伯？哇，干嘛弄？阿伯过来听我们唱歌，就我们在那边啊，不是就位哦，不是就位哦，哎呦，哦，就阿伯的。好，我们先带来一首，带来唱福建歌，好，我们先唱一首。对，阿伯，你们先听福建，先什么歌不能在了哈？啊，听听。我安排了，后尾有谁专唱阿伯歌？对对对对对。等一下哈，来你唱一些福建老歌。好，可以，没问题。先带来这首点唱歌，一首《客客托海》，等我呢。
断绝了所有的消息，请稍等，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你，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大地，还是哪里的情怀才能表示你要对眼睛绽放花，又有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树上的太阳都能得去，再没有对没有姑娘让我断忘记，请稍等，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另一地，却不是因为那里有才能表示你要对的人。绽放花，又有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在黑夜中树下你那样冷冷的歌曲，再没有对的手边唱歌，谢谢。六十秒北瓜还在唱的，是哈？六十秒北瓜还在唱的。有啊，比赛老师，我们来这个《心酸酸》好吗？有没有人唱啊？如萍姐，《心酸酸》啊？啊，没有，没有啊。阿伯啊，比赛啊，比赛，阿伯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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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哦，好，刚问阿伯，老师，我们来这首《心酸酸》，没有错，应该是 E flat。谢谢。感谢，来一首《心酸酸》，唱给咱的爹欣赏哈。大娘，阿伯姐，谢谢。一转拢做唱阿伯歌哩，但该讲好了，该讲好了。来，《心酸酸》。我的故意
多谢大家哈，听了都平安健康多发财哈！感谢谢谢，刚刚之前也是有一首这个点唱歌曲，那正好啊，继续也是带来一首福建歌，也是咱的朋友所点的哈，其中一首啊，希望大家都拢会介意这首歌，来叫做《新竹下人在》，谢谢，谢谢老师，应该是 F key。是吗？忘记了，对吗，老师 ？F key 吗 ？Should be。好，这首歌也是好一阵子哦，太久没有唱了。应该疫情都已经三年了，所以呢，最少这首歌曲是三年没有唱了。应该是我们在现场的朋友所点唱的哈，这首《新竹下人在》来带给大家，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好不好？谢谢。好，来。再来听听我们现场朋友们送上的这个掌声鼓励哈，哈、哦，那你别啊，这个发财酒哈，阿别啊，那我继续搁要唱歌呢，阿你唱得好听哈，啊，意思意思啦哈。感恩，谢谢，好，来，谢谢老师，对吧？没关系，谢谢老师。OK， 会唱的我们一起来好吗？Jesus.
迎哈，咱这个面团诶，欠叫咱众神的不但前唱，妈妈真感谢哈，咱来做客阿伯啊，竹林善财公得灵显在叫咱的。七点蛋大糕甲甘蔗糕，啊，搁有吼，咱的小宝贝呀，金鸡贝，南洋圣音殿七点啊，啊，阿贝，啊，你是南洋圣音殿啊，七点八夜公，啊，后港水莲经的大二阿伯，啊，搁有吼，咱的二莲团的二阿伯，啊，搁有石莲团的大二阿伯，啊，我也就祝你哦，啊，那感谢哦，多谢多谢，所以。阿伯拿来做客，阿叔来，阿伯来唱阿伯歌啦，来，我们掌声来祝你哩，嘻嘻，来，咱的现场的朋友来加加减减拍鼓咧，拍鼓咧啦，哎呀，哎呀，哦，哎，种，啊，有啊有啊，听有啊，你听你听有啊，我若听无就死啊，我若听无就食来了，就是死嘴。阿伯，你会还要听？无，不是，伊问我听有婆仔声无，这个婆仔声我若听无就惨，就食来了。哎，听无迄个是我看无迄个款的啊，啊，你看有我看无迄款的无？啊，无相像的。阿伯是安怎的啊？伊那不是欠的是啊？一个八个。哎呀，啊，唱歌以前吼，咱音乐真感谢吼。哎，我们的那个洪伟玲女士吼，袭击我们今天晚上的歌坛。哦。阿的音量大的阿伯，那的本段阿伯阿够。真注意阿伯，阿伯像以前咱来画三声好无？画咱看歌台朋友，咱所有的礼数哈，大家回去健康赚大钱，好不好？来，咱全场爱画，咱的音量大，还有咱做客所有的阿伯，好，恁大家 hand up。你看我看到阿伯的动作无？阿伯无画的，阿伯是演手的。阿伯变的，你知影？你隔壁迄个有，迄个有安尼款演者，你无演的。哈哈哈！嘿，哦，哇，安尼啊，啊，安尼演者就会旺嘛，吼，就会发嘛，对不对？一点绿就会来上。哦，哎呀，我一摆叫嘿，哦，哇，哇，我再无教，咱两个喉咙再难发啦！来，来，那的阿伯，你得 hang on， hang on， hang on。你看阿伯偌好个，好，你那头个 hang on 发啦。有看歌台个 confirm hang on 发，身体健康，子孙会 hang on 啊。迄无来看歌台个，因倒代志了。无来无福气，有来有财气，对对对对对。来，时间交予你，阿少爷阿伯，你等下啊。对，我拢交予你。你来听，你来听，去食钓鱼哦。来去食钓头先。啊，来，你会饮酒免酒啦。啊，等下。我交予你啊。啊，会使。我淡薄爱，我淡薄去荷兰了，饮酒。咦？迄头阿伯无来啊？迄头阿伯无来啊？哈？阿伯无闲咧交台朋友。啊？我去呀，那你知道吗？我花美店，然后找聊聊。我想，阿伯无好诶，有诶阿伯老好，叫人我假讲免贵。伊即后摆卖问了问了，我敢那伊还家己安尼压一个空巴肚。归了，别！阿伯还黄包了，来！哇，阿你出来，你碰饼，干锅饼。
伯啊，啊你是安怎？你规，迄个男的莫嫌我，嫌我这个规矩的，规矩的无效，我男的够好啦。排名的人耶，月头花开都是啊月色，夜店比咱拢好诶，白流啊一款那袂。只吹一个，我嘴巴无遐大。哈，这吞落去就搁会趁啊！我嘞，哦，真的哦，白领呀。
直接定就是你的，哎，定就是你的，你哦，叫这位啊，这位这什么病？宝贝牙哟，啊，宝贝牙啊，你开嘴，啊，是你啦，哦，嗯，那有一半啦，一半好，一半歹啦，嗯，来。如果碰壁，搁再夹来卡，搁来夹来卡新款的，一嘴啊！我才分两嘴无。哇！这摆大讲，这摆大讲啊！啊！我迄嘴嘛，阿伯啊，等下我打破，哎，人老看到我一嘴一个碰壁，大家拢惊我嘞。我在我弄啊！啊！啊！你是来唱歌，是来吃方便？嗯，我嘛是要来唱歌，伊个呀，我一嘴一个呀，我一嘴。哎，你来唱够大咯？哎，你有影一嘴一个呀？我你有影不厉害嘞？会输人无输阵，输阵就歹看面哦，哎，读落甲落，甲读落，甲落，落落。这是一个乖敢勾肩夹嘴的，我没有，你啊，啊，阿伯水的，啊你变了，嗯，对了，那我本不本我是我。当你得吞落这个枪，我让你惊死！怎么样？大门不关，下面受困了。哎呀！我呀，好嘞。来，哈，我先跟大家讲，麦，今天我们要唱歌呗。无我夜灯厝慢慢食。我唔敢食夜灯厝慢慢食。食只嘴香菜无？对。对。我未使唱歌，食了鸡都未唱歌。会啦，阿伯在唱唱你啦，来我歌。Bye.
OK， 我们这个阿伯闭着你个死，我就知伊个点子咪看了。我弟好了，你死好了，我就弟，我就弟看我了。别使你看无诶，哈，我就是无，离阮官看袂着啊，哈，哎呀，感谢，你都逃过来了。OK， 这首歌唱完了哈，我们就要这个结束了，因为对，哎呀，到位，哎，等等啊，来，李希好，阿伯点名，这很传统的。
李信豪，我们就结束了今天晚上的我们这个英莲团之夜啊，英莲团之夜，谢谢大家。来，阿伯阿弟来，嘿勇，嘿勇，嘿勇，谢谢。我们谢谢我们的音乐队，谢谢我们的灯光音响。伯，你哦，你手够够够够真多哟，我的手够真多。